大家好，我是孟涵。那么今天我们继续都市天际线的游戏实况啊，来到了我们这一个啊这个环形大改造之后啊，现在这个城镇的话交通流畅度会高很多。我们可以看一下，来，好像红的地方不是很多啊，之前红的地方特别多啊，啊这里还是红，这个没办法，这边真心没办法，这边这个圈啊有点难弄，因为这里是属于一个市城市的初始的一个入口啊，比较堵。但是只要没有红绿灯啊，没关系，慢慢来。至少现在我们这边交通的问题啊，不是很严重了。但是红绿灯也没办法，红绿灯毕竟还要停一下。这里就毫无压力啊，现在一点压力都没有了。这里之前是堵成狗啊，现在没有一点压力了，都从下面走，然后上来要绕个圈，绕个圈之后上来之后，啊。这边往这里走，或者往这边往另一个圈绕，但他们都往这里走就奇怪了，然后会造成这里堵，然后他们绕到那边去。哎呦，这是个问题啊，他们怎么不走这边啊？看到这里不能给他来个单向道，这边上白造了，改回去吧。不能让他们往这边走啊，还是要让他们跑圈，跑圈的话一直往这里走，这里会堵，你看全堵在这里了，很成问题啊，还让他们跑圈绕，至少绕到这里，然后直接到这里一个口，也不用去堵那么远的路到这边去，然后到这里然后绕绕绕绕绕，因为这下面还有路呢，我们这下面还有别的路，你看还可以绕一个这个造型，对吧？他们绕一个圈绕到这里，虽然绕的路程有点远啊，这个油费比较贵，但是缓解了城市的一个压力。这也是缺货嘛，顾客不足，顾客不足需求量就是需要我们造一些住宅。你看住宅没地方造了，我感觉。啊，要不要买新地形啊？我们这里还没打理好呢，要买什么新地形？而且这边好像不堵啊，我发现这一块居然不堵啊，这也没有什么堵的问题啊，偶尔就是一小块地方，可能造大的路，包括这种道路啊，它不会堵。哎呦，好像有个问题哦，这边的市民只能从这里走，然后到这里，然后绕个圈再回去。之前造的那个也被我删了，之前这里造的一个通道也被我删了。比如说这边市民想要过去必须走这边，走这边就导致堵了，那我可以这里搞个地下道然后往这里走，走这条高速啊，之前不小心把这个删了，没办法，我们改一下吧，往地下绕。走这个，就不用对称了，反正绕到对面去。接到这上面，无效形状啊，这个还是用这个接吧。这样吧，把这个线路给调一下。好，是这里进，然后这边出，就让他们从这里走。如果智商高一点，会从这里走，然后再绕到对面去。但他们现在智商有点问题啊，都往这边走，不叫智商吧，这个属于 AI。看看会不会拐过去啊？目前没有车会往这里拐啊，很奇怪。基本上这里进，然后不会往这里拐，然后到对面去。非要绕这么大一个圈，我这边口其实是为了进这边的，导致这边堵了。现在，哎呀，这个堵了，这里还依然是堵着的。这条道的问题一直没解决，从这里堵到这边。堵到这里，这里就不堵了，因为这里没有红绿灯。
导致这一块全堵了。真的，现在要解决这一条路的问题。我试一下把他们拉远一点，或者搞个转盘。好的，我去，这个圈绕得远了，还了个地下岛。我感觉我这个玩的有点卡了，我先保存一下。为什么那么卡？是因为东西太多了吗？我们可以看一下，找辆车看。那么从这地底下绕那么大个圈，你这样再堵就没话说了。你如果要这样再堵的话，我真的没话说了。啊，这个圈没啥用，他们不会走这里，只会走这边，奇怪。没办法引导他们去那边。哎，有个办法，试试看这样，就直接拉条线从这边出来。他们这也被占了。直接拉条直线过去，因为我这个是在不是很地底下呀，试试看吧，反正造型有点怪怪的，就不管它，就这样吧。会不会有人往这边拐？如果要去这边呢？哎，但是哎，有车真的往这边走了，现在。因为如果要去这边走捷径的话，就直接走这里。我觉得走这里都比我走那边通畅一些，对吧？哎，终于有小车往这里绕来开始。但是我这边这条路造的有啥用呢？还是因为之前他们规定好走这里，必须走这里。这里还是堵啊！你看，我的天。这条道还是要改一下。这护城墙很那个护河墙很烦啊，这有办法造笔直的吗？不能让他们拐，哇，这样就不堵了吧？这样就快了，哎，否则要到一个转弯口很麻烦。这样缓解压力有点厉害了。瞬间绿了，你看绕那么大个圈呢。他们说啊，我们就为了到河对面，真够累的，还绕那么大个圈。但是还是堵啊。哎呀，这边问题很严重。这边搞个环应该会好一些，没有环的话容易堵。要不要搞个环吧？我们慢慢要改造这一块区域，很烦。这里要搞个环，要拆掉很多东西了。这个拆掉它，这个东西真堵入口。好了，让他们往这边绕。如果要去这里或者去那边，就绕个大圈吧。否则这边有点。那这一段距离肯定没有这一段距离长。哇塞，这样这里真堵成狗了。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这里给弄好？这几集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啊。你看这里真堵啊，不是一般的堵啊。这个圈实在太小，是不是要走地底下了？我感觉。只能走地底下，现在地上已经乱成一团了，想改也挺难改的了。再绕回到这里，空间已被占用，被这条路占了。
哦，再过来一点点。哦，可以，妥妥的，上来了，就是让他们往下绕，这边走地下道。哦，怎么了？我的天，地震了！哪地震了？我看看。地震？哪边地震？哎，地震去哪了？哇，不会吧？又来地震！我刚改造完啊，这地底下震没了。哇塞，这个1.8级震级啊！哇，把我这里全破坏没了。天哪，我这城市要遭殃啊！这怎么办？现在震成这个样子了，凹陷下去了。那我们只能先把路连起来吧。我感觉天要亡我啊！这个城市。哇，这震成这个样子了。到时候以后灾后城市就这个样子，还要把它拉起来，能不能拉平看看？平整地形，柔化地形。Square packages, the packages specialists are proud to present a box on both houses.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invention of the box and the family that nearly destroyed it.越整越下面了。Finding acceptance and inventing the most efficient means of shipping and packaging that mankind has ever known. Proving that what's in your soul, you have to look outside the box and into another box, which is a house. 要把这边拉起来，挺麻烦的。一拉边上也会拉起来。Tune in every Wednesday at 8 for this once-a-week television event. A box on both your houses.Presented by Square Packages, the packaging specialist. 哎呀，为什么会平整地形会往下呢？ I see people doing so many interesting things, driving, working, riding a bike. 怎么会往下塌呢？ The city has a lot to offer. 啊，我的城市啊，这路是本来是什么样子的？哦，对，造下路就可以了。我的天。The wait is over. It's finally here. Friday night chili bowling. 坐下路就可以把它拉起来。Every Friday night, anyone who buys at least 2 games of bowling gets a free bowl of chili. So don't wait. Book a lane now. Due to recent incidents, the chili will only be distributed at the end of your visit. That way, you can enjoy it wherever you want, in a park, at home, or on a construction site. 瞬间少了那么多哦，搞这个死了3000多人啊，2000多人啊。And be reminded that you're not actually that good at bowling.Andy's bowling alley. 哪里道路断了？地底下。还有这边地底下没什么东西啊。哦，公交线路断了。地铁断了。哎呦，这太恶心了！地震。简直是天灾啊！本来就是天灾啊。The climate control device brings the air temperature to 22 degrees Celsius. It's our way of making our cars comfortable to the majority of mammal species. In fact, it is a perfect vessel for transport from short to medium distances. 终于给它连上了，否则这边断了。这边还有什么建筑坏了？啊，这里道路没了。这边呢，应该有一条道路的，应该笔直往前，对，这样。这个为什么会有个学校啊？这个学校本来是造哪的？啊，这边为什么会有一条路啊？我不记得了。这个路坏了，要修一下。路都塌了。修复一下，我说这里好多楼啊，瞬间我的钱快没了，4万多了，我感觉要破产了。这条路坏了，
好不容易起来了，你给我又弄一个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地方坏了吗？啊，没坏啊，别的地方没坏，只不过是冻住了。哇，你看我这钱飞速下跌啊，太恐怖了，这不够跌了。现在主要这边救灾啊什么出问题了，把这个抬起来行。小面积抬，这怎么提不起来了？这边啊，不对，应该是这个。要让它弄平整，这边也是凹陷进去了。五平五平，这边凹进去了。修复一下这里。哦，这边哎，这条路坏了。错了，应该是抹平。这一抹平的话又可以造房子了，还是不行啊。这边是不是有高低啊？导致这里一块反正出现问题了，房子造不了了。这边倒好，就这里一块凹进去，就把它提起来就行了。还是不行啊，这一块。这里不平整还是什么？为什么造不了房子？奇怪。就这样吧，没办法，现在这块地是凹凸不平的，但凹凸不平也能造房子，我也不知道为啥。啊，这边修好了，这边修复完了，但是这个钱啊，我感觉马上破产了，我们要开第二级，撑不住了。感觉要撑不下去了，因为这地震太恶心了，下次开坑肯定不要地震了，再地震真的是太恶心了。啊，还有30几万，钱回不来了，我感觉这一下子死那么多人，人口逐渐下降啊，170多，哇，这钱啊，快啊，拉回来啊，再不拉回来就负的了，越负越多了，我人口瞬间掉到了20000多，为什么呢？这地震影响那么大吗？地震影响太大了吧，以后不能开灾害了，我要玩长久的不能开灾害了，这灾害真的是没法玩，一来灾害就直接破产，本来我就很难维持着了，还在往上面怼。这条路没修好，我们把路修一下。我感觉我们这一季要坑了，这一季肯定要坑了。还有哪边的路坏了？为什么会有这一个？
哇，这里全爆了，水管也爆了。哦，水管也爆，怪不得全没人了。水管爆，交通爆，全爆了。哎，不对，接错了水管。应该接热水管，怪不得没人啊，怪不得掉那么多人啊，停电停水啊，那谁吃得消？我这里为什么爆了那么多人啊？瞬间，因为是没水吗？我感觉我拉不回来了，要完了。人口拉不回来，我钱就拉不回来。掉了一半多，起码这个平时应该这个是维持在十几万、十四万、啊，这人口啊、市民啊全部下降了一下子。我看能不能拉回来，我感觉有点危险。不会就要完结了吗？这个，哦，真拉不回来了，真拉不回来了。这负资产没法造东西，到时候一出问题全爆了。哦，感觉天要亡我，这地震啊！我们下次把地震关了，把这个关了。杂项系统不是有一个灾难对吧？使用随机灾难，关闭。啊，每隔十分钟存一次档，无所谓啊。我看能拉得回来吧，能拉回来我们还能维持一下。感觉这个城市好不容易造那么大了。好不容易造那么大了，虽然这边乱七八糟的，好不容易造那么大了，就啪啪啪啪往下跌。啊，负资产了，哦，要负了，要负了，没办法了。不过我看到我这个钱好像是在往回涨，但涨得好慢啊，都是几百几百的，哎呦，又弹回来了，反弹了。这人口涨不上来，这没办法。人口涨不上来，真没办法。现在感觉整个城市撑不下去了。这该死的地震啊！啊，真的要完了，没钱了。真的一个地震就可以毁了我整个城市啊！一个地震就把我们城市全毁了。这 BGM 好悲啊！我们就看它结束吧。负十四万了，人口回不来，我感觉撑不住了，八万多。但是我想贷款的话，但是贷款肯定不行啊，预算全拉低。你拉不回来，太难拉了。人口主要是暴跌，现在不是个问题了。啊，没救了，人口跌不回来啊，一直在跌啊。人口变化280，我们说跌回变成正的，有可能还能拉回来，但是现在我已经降掉好多东西了，降掉好多数据了。终于把钱掰到负五万了，下不去了。真的，如果你们要玩长久的，千万不能开自然灾害。好几次自然灾害都差点把我栽翻船了。
啊，这一季我们就完了，回不去了。拒绝，我接受也没用，我接受真没用，我接受的话还是依然会破产，这钱拉不回来，因为我没法靠别的东西去赚钱了，完全是靠那个天际线，完全是靠人口去赚钱的，真的扛不住了。看着自己的城市一步步发展起来，变成这么大，然后就这样完了，一个地震就这样完了。真的完了。啊，下不来了。好吧，那么这第一季吧，应该属于 TGP 版的第一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啊，这个非常遗憾啊，没有最后把这个城市造得很完美，虽然我们这中间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交通问题我也稍微改善了一下，然后现在的话一个地震啊直接把城市震没了，而且这个钱基本上回不来了，一般天际线你只要超过-20000吧，这个钱就很难拉回来了，因为人口一下掉，你看又掉了2000多，从6万多，从5-6万跌到了2000多，这个钱拉不回来了，这个城市就废了。我已经把所有的预算全调到最低，也没用了。好了，我们解锁了一个环保都市，还解锁了一个成就。哎呀，这是天大的侮辱啊！-2000多，你看人口还在跌，哇、哦，没，真没了，真没了。好了，那么这一季我们先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下订阅。我们下期再见，下季啊、哦，不是下集了，拜拜。